这六首出来，我是我的梦想啊！这是庄敬钓到真爱吟的诗。实际上，伫咱今日所吟的诗，迄才是日落规划礼拜当中所吟的诗，拢是咱庄敬钓所爱吟的。所以，这个咱真侪咱的少年，咱三个来吟第六首出来，我是我的梦想，咱吟全首。看上帝话记载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主的话记载安尼讲：因为阮知，阮伫第二宝贝的厝那毁坏，就对上帝所起造，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厝，是永远伫天里的。因为阮踮伫这个宝贝在脱开，不只羡慕阮对天里的厝，亲像衫穿脱落去，那得着穿就免烫擘皮。因为阮踮伫即个布边在拖磨脱开，毋是爱脱起来，是爱穿脱落去。直到迄个死个，互我吞落去。第五节，当陪伴阮得到即个个，就是上帝。伊也用伊个神做定互咱，所以阮常常苦担。在阮踮伫身躯，就是甲主三离。因为阮伫行是对神，毋是对所看。安尼阮好担。也搁较欢喜离开身躯，甲住三个点。第九节，所以无论踮伫身躯，还是离开身躯，凡所得意的，是予伊欢喜。因为咱众人的确着显明伫基督的工作前，予达人照伊对身躯所行的代志，或是好，或是歹，来受报应。弟兄姐，咱唔敢咱的时代尊敬长老伊的过往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圣经甲咱讲，咱的身躯亲像布片，咱住世界的厝亲像布片也被毁坏。总是对着上帝所起造的，毋是人所起造的厝，迄、那个是永远天日的，迄、那个是袂朽坏的。那么伫咱世间的生活，咱所面对最最苦难，
在这个中间，咱在世间所看、咱所体会的，把咱家己有最最的脱开。咱必须在这个中间用咱的心，将这个将咱的哀伤，通过啊，在咱的时代重新丢落啊，伊的回望，互咱更加认识，咱永远的活命是踮伫倒落。所以这个所在用这段圣经来甲咱三个勉励，无论踮伫身躯还是离开身躯，阮所得意的是互伊欢喜。咱一生所行所做，也就是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伫重新丢落伊的一生所做，伫家庭。伊有见证，伫工作伊有见证，伫教会的服侍伊有见证，伊伫所在，伊用伊的信仰来见证主对伊身上的疼惜。伊做做所在，伊予人感受到，通过伊，咱要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个真多，咱做做学习，也真多咱永远的笑脸。咱要将伊的骨骨来安放这个所在。甲伊个是大人，互相长老、夫妇，甲伊即个所在相佮困。伫即个所在，肉体伫困，总是灵魂永远踮伫天灵的座阶，来享受迄个喜乐、永远活命的福气。咱有一日要甲伊相佮见面，咱用即个咱相佮激励。伊所留互咱个是水个信仰，正做咱代代相传。真水的宝贝，愿上帝祝福咱全家。那么，咱要将咱的忠心长老伊的灵魂来交托主，啊，将伊骨骨放伫这个所在，托背托平安归平安。来，我个主耶稣基督，确信，咱忠心长老一定要永远的勉励，愿上帝祝福咱全家，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转已安。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。今天我必与主同行。深知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将我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。向前，但我知。
强